要弱一点，相对弱一点，对，对，因为他的球呢，怎么办，对吧？嗯，那我输了以后，那中国队会怎么办？会交差，对吧？有的人会想，哦，他老在脑子里搅和你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也是一个能力，就是比赛不单是场上，啊，哎。所以从这点上可能有点正手位，你看刚打球，目前呢也是日本国家队的一个主力运动员，啊，这个你看也是这两下子也行，啊，也是跟这个谁，水谷隼一样啊，这个放高球能力很强，反拉了。欧洲那种很典型的一些东西啊，嗯，还是有，还是说明他们确实在欧洲学，他们还是潜移默化是受到了这个影响的。中国队的教练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这样岸川胜也啊冠军争夺战。啊，因为首先呢，这个在第一盘的比赛里，中国队的许昕这样黄领队讲的，开始是利用了中国队像韦清光啊利用了中国队的就是年龄啊行不行，yeah.